解《易经》心法讲座。神地先，各位神神大德，各位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各神的中心，历代祖先救贤七祖，啊，各位累劫完成借主，啊，当下无缘诸事应灵，各位家中地基主，咱要未讲疫情前呢，请大家共同咱来共念王禅老祖赞记。阴阳日月最定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日有真性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各位十方神弟兄，咱即节啦，继续要来讲解《易经》心法。咱对易经心法讲到即摆来咧，已经有30多点钟、30多节了。哈，这中间呐，各种的因例，吼，各种的爱注意的，已经拢真正详细，吼，甲各位拢有提醒。哈，事实啦，易经要学，毋是遐歹学；要研究，毋是遐歹研究。只是文字上，吼，咱过去啊。拢甲用文言呢，加即个都困难化去啊。所以一旦文言呐困难化咧，咱要来学咧，你就感觉真费精神咯。啊，早起啊，咱南投县草屯镇即个草屯国小诶小校长、查某校长诶，哈，伊就为了学校，哈，即个希望讲老诶学校啊。希望讲会当将这学校的业务啊，会当做较顺势咧。所以伊先去做这个校长啊，所以伊啊，本着一个大慈大悲的心啊，本着伊的师父啊，圣云法师啊，甲讲做教育都是大菩萨的工课，所以爱搁啊办搁啊好咧，所以伊啊真正认真地办这学校。那么一踏入学校咧，发觉。这个学校真济建设，真济一寡只咧，环境的美化，吼，较无啥偌理想，吼，有种心内的感觉，无迄个精神，无咧一股力量要来拍拼，所以经过福古县的福古国校校长嘛，伊啊，就讲，希望讲，我会当斗三工学校，那么起来咧，这讲起佛法。伊在归依在圣云法师的门下，好以佛的慈悲心来做这教育，来办这教育。好，那么我甲这个小校长来讲，我是以易经为基础，好净土是念佛法门啊，好是我的启蒙。那么两只佛学甲咱易经啊，两个学。还在南做一嘞，做一个嘞，讲个十年。那么校长呢，伊讲，已经我看两三间拢看无，足深的我看无。好，都是咱做一教育家对易经的，看都感觉足深的看无。安尼咱这学问哪有可能要来弘扬呢？咱的中国圣贤这个精华。这智慧精华，哪有可能我都来弘扬出来呢？哪有可能要来普遍化呢？所以变成这一部分人啊，伊食饭，食饱，食得配位，还是某某人就是专利品质尔，
那么因为这个你啦，相信各位啊，你嘛有这个感想，有这个感觉，哈，嘛看讲了一经，就走啊几落里几落里路远，说唔敢踏入去，哈，所以我就发觉，感觉是真正可惜啊，唔知阿好啊，我咧发这个愿力啊，每做一经咧，咱咧普通的白话化，哈，将这个正常个生活化来融合为一，希望啊各位啊，拢会当来。学习研究这易经，就易经呢，跟咱生活融合在一起，斗阵。所以只有易经啊，咱啊，我都弘扬出来呢，天下会太平，天下一定太平。好，这点啊，甲各位咧，哈，报告这里，哈，我这，咱对易经，要推这易经啊，首先呢，就是爱，好生活化，白话化，白话化。真好加载嘞！即摆真侪人诶，吼，已经真诶，真侪已经研究真好诶人嘞，拢伫电视、电视台嘞，拢有咧播出咧讲遮已经诶妙法。啊，希望遮个大师吼，遮个神知识啊，弘扬已经啊，尽量以咱生活化，吼，甲弘扬伫每个家庭内底，每个人心内，安尼来咧，相信咧，咱诶社会诶生活，各位功德非常诶大，哈，功德无量啊！咱顶节咧讲到卜这个易经的要领，好卜卦要领，咱的易经好应用于生活的要领，好易经啊应用于生活的要领，啊，咱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应用生活的要诀啦。好，如何将这易经呢应用伫生活呢？好，这是咱一个课题。好，一般人啊易经啊，好甲你一般人的心内想法呢？就变作讲啊，伫这个叫做啊半空中去啊，望也望未到啊，真正深啊。那么现在咧，咱来大家应用于咱的生活，应用于生活。顶节咧就是讲啊，咱的八卦也要你爱注意的事项。那么现在咧，咱就请大家过来往了解电视的阶段哈。咱咧啊，这个叫做八卦的道具，这个啥呢？叫做法器，咱道家吼较谦虚，拢个叫做道具。哈，咱啊佛家咧，嘛是一个五个境界，嘛只管叫做法器，法的器具，表示法的器具，那像咱柳荫啦、木鱼啦、啊、青蛇啦、吼鼓啦，迄拢叫做法器。那么咱易经，这嘛是法器。只要甲咱开始发的器具，开始这个发的器具，叫做发气，啊，发气，好不好？占卦、卜卦的发气呢，在第一呢，设定对个，好五十支，好正统的卜卦方法，正统五十支对个。咱就有这五十支的对个。好，对啊咧，有诶有面顶红，有诶无红。那因为我方便的关系咧，我甲出多个机。那无咱用低嘛可以，低嘛会使咧。反正这等个等个都是，咱只要发起。好，那么这个发起咧五十机，五十机的用法，要哪用呢？各位啊，你了去迄个超市，还是这个？生鲜超市啦、啊，拢嘛是，伊内底有迄个烘麦啊，迄嘛会使，迄个煎掉去五十支，一边甲你红诶，一边你，一边卖你，哈，这就表示一个阳，一个阴，一个阳，一个阴，哈，那五十支啊，这个叫做法器咧，有五十支的碟啊，这爆发的做法咧，我后节咧，哈，抓咧，我就会甲各位解说，即要安怎算法，要安怎算。要安怎算卜这卦？这卜出来真准，哈，这正统啊，哈，卜筮或者筮竹，哈，筮竹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，为什么？这个筮竹有五十几个筮竹，啊，后来第二呢，就是当机啊，三面。哈，当地三面，高级嘛会使嘞，
啊，叫做金钱挂人钱啊。咱呢，吼，咱的这个，咱代表的这个当钱嘛是会使的，代表，吼，这一块，吼，一块嘞，啊，这边这人头，啊，甲一块这，啊是的，咱有一种的，叫做高进什么精通什么通，哈，是一个高当钱。更乖呀，从四角角遐更乖呀，迄吼，迄个当钱，嘛有迄个当钱，哈，也是讲各种的特别做诶。那我先就是，哈，我有做这個，单独咧，我有做一个这个，我这单独做一个八卦的当钱啊，嘛有，哈。所以当钱的用法咧，咱随时十块钱咧，饮起来嘛会使咧，五块嘛会使咧，五十块嘛会使，反正有三个是安那有三个原理，就是安尼，三个当钱原理就是天地人，即天地人，哈，天地人诶，即叫做当钱啊，好的表示天地人三财三气三元三元三块都三元，那么。咱呢，我伫上民国72年开始学这多，行这多啦。啊，我了三科走天下，三科用个了三科咧，伫卜卦，吼、哦，三科咧来判伊一命。即安那卜咧，我会刷咧，会甲各位介绍安那卜这个卦，吼、哦，安那卜卦真简单，吼、哦，真简单，哈、哦、啊，所以当钱啊，或者金钱卦，要米卦，用米嘛会使。哦、用个米嘛会使，用个米咧，咱就用盘底咧，好盘底咧，好，咱盘底咧吼，咱盘底咧，这米算米的米一粒一粒两粒三粒四粒安尼，一粒两粒三粒四粒，啊三盖买做三盖，好、哦、一盖两盖三盖，咱就用米卦，就是米卦，好用米卦，好。米卦以后咧，咱要搁一个叫做啊写阿拉伯数字，写数字。那爱请你也要问代志，无咧你写三个数字话，我同你起卦，你就会得当了解你的代志啊。好，会当了解你的代志，用数字的，还是现一听，一听来个掀起来，哦，今。十五好兴起，啊，过来兴起，哦，即二十哦兴起，过去兴的十五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起卦用来兴日天嘛是会使的，吼、哦，日天嘛会使，吼、哦，写阿拉伯数字嘛会使。第五咧，临场应变，草木人物拢会使生卦，草木临时应变，那是我即现在哦看过一只，哦，咱就查某将有六个，啊，查某将三个。好哦，阿、哦、你就会当起卦，阿是外面一个囡仔都站在我面头前，小女孩的小路就六岁，好、哦、啊，阿公呢，老父，好、哦，阿你就一岁，好一个，哦，伊都会当起卦，即都用起卦，好、哦，人拢环境都用起卦，阿是看爱只只啊，不薄嘅色下来，买都起卦。啊，是买的，行呢，你看一下买的，买得起卦。你面头前任何环境拢会使你起卦，无一定讲我哦，爱安尼只人格来博才会当起卦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呢吼，那起卦吼是临场应变，临机应变。啊，这个算石头啊，竹啊，哈、哦，算石头啊。算石头嘛会使嘞，哈，算石头嘞，啊，你向我石头买起几粒，摕个大粒、细粒石头嘛会使起卦，哈，啊，竹啊，咱个规碗讲有竹啊，啊是豆啊，土豆、红豆、番麦，哈，迄拢会使起卦，拢会使卜卦，拢会使起卦，哈，所以这里叫做竹啊。好，是豆啊，好石头啊，
拢会使的，拢会使的。嘿，过来第七个，一切在应用，过来就手挂，咱手底在算，手底算算手挂，哈，算手挂，真自然，伊会跳出什么挂出来，咱就自然，你就知影手底起挂，手挂。哦，你看一挂人古早迄个仙啊啥，我。天机妙算啦、啊，不可算，不可算，我都未晓得，不可算。啊，我若会晓，一定拢甲你讲较清楚准。若未晓，我一定不可算。哦，这个先的吼，我一定可能有啥问题哦，伊唔敢讲，哈、哦，不可算，事实有咱算，唔知要来算起啊。吼、哦，哎、欸，起卦，那你要用起卦咧，手卦咧，好多嘛会使手卦。过来咧吼，扑克牌，扑克牌，麻将机啊，嘛会使咧。好、哦，哎，一动啦，内底唔得几粒，一出哩，内底唔得几粒，好、哦，你麻麻雀子啊，出哩，很贵，几号啊？内底有几粒？好、哦，啊，一嘛会使嘞，嘛会使起挂，好、哦，现在那找人在煮饭，煮嘞，滴嘞，好、哦，滴嘞，哎，我给它揪起，滴嘛用起挂，滴嘛使起挂。哈、哦，所以咱这里卜卦咧是非常的活泼，唔是一般所讲的假的习惯。好，我教我卦，啊，你得摕扑克牌，扑克牌你要教我哎夹出来，哦，直接看几号，啊，佫一个夹一届，第二个，佫夹一届，第几号，安尼就会当起卦。咱男仔的人咧，感觉哦，真奥妙咧，这起卦咧教我爱算卦咧哈，教我那遐厉害啊，结果是啊，结果鸟啊会当甲你夹出咧规阵，鸟啊都解煎啊，啊解煎啊，伊啊剁一夹出来，伊嘛感觉鸟真趣味咧，啊因为伊趣味啊，吼、哦、你就会当了甲你天机啊，就会当出来啊，所以看鸟啊挂卜鸟啊挂，吼江湖一点关，讲破无值三个钱，吼讲破无值三个钱，好，过来就是哦，这里。签档，哈，签档入四支，就我即摆拖提这个，这签档，哈，这签档是入四支签档，哈，咱这，哈，这摇，哈，咱这切出来切上长的，哈，夹上长的起来，这支，哈，啊，就按夹掉，好，你看切，哈，啊，就一上长的。喂，所以啊，那像阿杜家面头前，加一个啊，一小姐在请示伊的孙啊，吼发烧较足严重诶，但害啊，但唔了伊也无，但安烧到安尼，严严要无法哩啊，哈，哎，我昨下报一卦，第三欠，遐伊无好头壳怎搞诶，哈，伊若无好头壳怎搞去？啊！求医生伫倒位呢？好，哦，咱就我挂个个卜啊，好，个卜卦，好，医生伫倒位，好，恁那对，好，过去咱搞这易经吼，卜卦这人看到江湖术数的物件，好，事实唔是安尼，因为某一部分人呢，伊就是哦，伊有研究，啊，研究呢就是这工具，啊，工具伊就较，伊的人生过得较逍遥。因为伊拢知影代志嘛，知影家己的吉凶祸，啊过得较逍遥，较逍遥了，咱一般人都拼到要死的，看到伊来就哦，感觉这大仙呢，吼、哦，就感觉这哦，真正尊敬。我你在哪里？好，因为伊了解人生的哲学啊，伊了解人生哲学，所以伊生活咧较逍遥，哈、哦，生活就较逍遥。好，那么哦，像这呢吼，啊，我问医生要对找呢？好，医生在找呢。哦，对三人病去食药啊，就好啊。去三人病啊，去求神，伊就会当退休啊。对三人病呢，去求神就会当退休啊。好，这咱就像安尼挂上呢，安尼至少你就真紧就知啊。咱厝呢，就免讲哦，我就开始呢，哎，关录音嘛，关到倒位。啊，哪像个关录音的，有个关录音的专假。好，咱回想着阮细汉，好，阮厝边呢，就阿姨电话人艰苦去关录音。哦，就吃惯了，因发丝就吹了，胡啊都吹了，吹都说就涩了，涩来出边一个咧，哦，伊就教人关录音，好，就对你关，
啊，关关呢？啊，我是大人啊，甲问我，甲问因阿嬷吼，伊去看因阿嬷，问因阿嬷有啥话要交代无？吼、哦，啊，因阿嬷来交代了，伊讲阿嬷讲叫咱大家若有闲哦，带他去佚佗啦。因阿嬷都死去啊，吼、哦，啊来个都。因阿妈叫因老爷吼，大家几大天坐去佚佗，花出边个神都唔知去哪，所以迄个关头假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话各位关头伊卖注意哦，迄个讲一个全假的呢。所以那么关头伊卖来关，有关，那么学易经咱有法度。啊，学经无一定讲啊，咱是哦，这样做这个这无一定这哦。你美国嘛会使嘞，这干单单纯纯嘞，这嘛会使嘞，吼、哦，也是当钱啊，个人现金入起来三块，好、哦，都会使嘞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呢，好、哦，咱就我都签单，签嘛吼，博士是签签单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呢就要看个这个江湖人啊，是，嘿、欸，癖好极端呐，哦，我来讲一下啊。啊！你抽签卜卦，你抽签卜啥卦啊？那对嘞，啊，囡仔若袂，饲袂起吼，啊，你安怎都讲，都讲啊，吼，拢有一套伊的道理。那么伊诶，一直在念这啥？你看我啊，那笑诶，你叫啥呢？唔是啊，咱是做出一个规定啊。你要出去讲解决问题，你一夹起来，迄呾佛翻吼，佛翻，你就是讲啥物？哦，抽签卜啥卦，咱就是讲。你就一面消灾了，一行过这条街啊，就清气清气呢。原来呢，你看这条街呢，伊若会蛇，无形中会蛇这条街呢，就一直在当个蛇。迄不是讲哦，我当像这样呢，用麦克风在游行呢，不是呢。因为这声呢，伊人啊，内底有八卦，八卦就响了吼。这条街啦，那妖魔鬼怪啦，姑说必得啥吼，啊，伊就走啊，走不落来就响嘛。吼，所以咱这里就是发气。发的气，风发的气骨，哈，佛发的气骨，道发的气骨。我唔知家真正多地方，哎，你厝人，你卜卦你无要紧，你若厝你会卜卦，免惊恁家吼，有啥物妖魔鬼怪走恁家，你三个里落落来，拼啊走不落去。因为呢，那无呢，这内底五行的八卦阵啊，天卦、地卦、人卦、三卦的卦，因为二四季三百廿四。哦，所以天卦、地卦、人卦，三个天地人三宅一卦咧吼，一旦启动起来时啊，妖魔鬼怪伊就走啊修罗呀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发叫做发一气啊，发气。好、哦，像人家咧，人家卜，我当时也是民国75年，啊，有一个好的地主啊，伊囡仔真无乖，真歹。我卜只几千个，迄个哎个算过几千个咧，真严格咧。我讲你等下，坐在红绿灯底咧，互恁囝拍，嘿，伊拉乖乖拍就怎乖，吼就怎乖。那么我即马就无买啊，咪走倒去啊。我好在老足济，好卜个我出咧啦，红做你囝仔拍又错，囝仔拍又错咧，好更乖拍咧，拢平安。结果即马走倒去，拢拍唔见咧。吼，啊来这严格啊，就卜个。这个叫做咱的这个总统啊，哈，就总统的，伊的这个头嘞，说也没无头的，哈，这不无啊威气，那无啊威气，内底这个功力就非常大咯，非常大。所以咱啊，每一件代志啊，咱用八卦，咱就会了解。好，咱啊，家己了解，家己知影，家己报价。哦，那像现在在场，哦，我这多的，哦，我都好哩好多。啊，财迷心窍，哦，咱无咧尻川食咧下油，哦，我那就想要甲人做一寡生意，啊，因啊就是大数据即个股东去用，啊，股东咧，啊，就是三日间，甲你登机票去给人啊，人股东啊去炸去，变炸去，啊，炸去咧，过来人弄不好咧，避过咧，变迄个，叫做证人咧，变避过。这就是原来咱老学易经啊，咱都未犯到这糊涂事。易经咧学的是啊，哪敢卜看蛮难嘞？我会使嘞，我就卜嘞，哦会使嘞，我就参加。那未使嘞，我就卖糊涂事都未有来啊。那么哦，我都要个算下嘞，这个嘞，话费点心啊，后边一个困难落呗。啊，那弄不好嘞，弄了四月份嘞，是啊，走未去，到八月份还走，还关。
吼，即个拢无好个事，说变喊啊，变挂变喊起来，喊落家己去跳去内底，后壁人一日扭一日，看到互你喊落。咱就是因今用易经呢，咱来证实即个叫做啊人个吉祥福，该为不该为，该当不该当。